好，欢迎收看飆股俱乐部，我是曾伟。台股今天是再创历史高，中场是收涨87点，收在18048点，成交量2364亿元。今天的盘是如何分析？现场为您邀请到两位专家，首先是亚洲投顾的汤顺奎分析师，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。第二位是陈奕群分析师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盘面上的观察，先来请教汤老师。好，台股今天再创一个台股证券史上以来最高的一个高点，那最高已经来到18099点，再创历史的新高，台股持续在缔造历史，创造历史，财富重分配的胜战啊，这场史诗级的胜战持续在台北股市上演，它创了历史的新高。你问我这啊，当每每指数创新高，表示呢所有的台湾的股民啊资产是增加的。这叫财富重分配。如果你没有增加，那表示你的操作有问题，你跟的人有问题，你的观念有问题。那这些问题啊，你必须反躬自省，不能自欺欺人，必须自我检讨。一个好的操盘手就是不断的检讨自己手中的资金池，你的资产50万也好，500万也好，5000万也好，到底是为什么没有增加？如果有增加，你的方法、你的观念正确，那你就持之以恒，持续在台北股市面啊。吃好的穿好的，捞金抢市场的钱，财富重分配，如果没有持续都是缩水的，那你要自我检讨，反躬自省，你有没有这个心啊？在乎你成为能不能在这个市场上赚到钱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原因。那无日事行无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赚不习乎？重点是第四点，股票有没有赚钱乎？啊，等解套，创历史的新高，史诗级的战争，财富重分配，你本话者，这个问题啊，你自己慢慢的检讨。那至于你说套牢股票，舍不得换啊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换股不换股，都是在操作过程当中一个必要的一个操作。那你的资产，如果你的方法正确，观念正确啊，不管是赚钱赔钱，要维持一个步调，大赚小赔，大赚小赔，大赚小赔，你的资产是不断的增加的。只要方法正确，只要观念正确，只要抓对趋势。你说有时候小赔的操作啊，也是一流操盘手的做法。你说老师啊，我操作都是一定要赚钱我才要出啊，那你把自己当耶稣在那个地方操作啊，我也没办法，只有神的操作才会都要赚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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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赔钱的呢。你认为有这种操盘手吗？你认为华伦巴菲特是这样玩的吗？你认为这个杰西里佛摩他是这样玩的吗？啊，世界有名的操盘手都是这样。都是怎样？一定是大赚，然后小赔，大赚又小赔，这样资产不断的随着时间累积，它是增加的。回过头一看，哇，挖出挖掐，财富重分配，而不是啊套牢不理它，套牢不理它，套牢停损停利是在操作过程当中一定会有的道理。你的资产的增加一定是怎么样？进五步退两步，进五步退两步。如果你做不到，你在这个市场，坦白讲，你莫看别人，我来问你。你永远在市场都是跨行的假名，你的化学，这是一场财富重分配史诗级的战争啊！你不玩这啊，你真的不会做。你看他老是分析，都是分析趋势、趋势、趋势、产业的趋势，然后在这里面做很多实战的标的让你操作。啊，我也不是分析的节目，我要讲基本面、技术面的，半个小时讲不完了啊！就像现在大家都在谈这档股票，史诗级的股票有没有？是每个人盘前、盘中、盘后，每个人跟你讲哦，巨响、巨响、巨响、巨响，讲的比我还好呢。哦，我都讲不赢他，每个都了解什么大力光 VCM 的订单也都在呢。还什么的车用镜头，这个就没人讲了啦。大家都在讲那个大力光的 VCM， 我跟你讲，那个就是外行的啦，真的内行的，这个所谓的巨响，未来明年最有爆发力的就是车用镜头，不是 VCM。VCM 还没大量的生产，听好不好？不然我大力光为什么还在扩产？表示订单还不够嘛。那重点是车用镜头会爆炸性成长。另外还有一个，全市场应该没有人提啦，电镀了。电镀需要怎么样？毛利很高，重点是它需要执照。不要讲太多，反正你看它今天创新高，看汤老师节目的全部都是赚钱的。没有了一个赔钱，从30几块，今天几块啊？八十一块八啊，三十万八十一万，三百万八
八千多万，啊，3000万那就不用讲了，不然8000多万，它跟大盘就是联动性的嘛。讲的时候呢，啊，很孤独啊，没人讲，那30几块，讲会被人家笑，全市场没有人在讲，那30块，那30块，3月份嘛，对，你看3月份是30块，刚好是3月份上东森财经台了。那讲的时候，人家觉得那亚洲投过汤颂伟那很没水准，哦，还介绍什么巨翔，那很冷门，那电冰箱的股票。哎，那也在讲那个什么巨翔，听都没听过，那很冷门，那几百年都没有人会看，那放在电冰箱里面的，也不是什么 IC 设计啊，也没有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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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元宇宙，什么西兰股讨论不，那盖小这块股票也够冷门的。如果当初啊，你慧眼识英雄，慧眼识标股，你跟着我来，现在，啊，老师啊，棒，每个都在讲我们的股票，盘前、盘中、盘后，报章、杂志、媒体，天下谁人不识君啊？买的时候就是这样，笑骂有人，好啊，涨上来之后不用理解盘，一堆人比你还会讲，讲的比你还好，这个市场就是这样。来解盘，那今天的头版头条又是这样，哦，红包行情提前开跑，外资开始归队。哎，老师啊，哦，你真的讲外资卖完之后，他现在要归队了，被嘎空手了嘛？哎，卖不下去，情况不对了，再卖的被内资收光光了，所以你看一下。他回过头来变抬轿，提前开跑。那红包行情呢？我汤叔还跟你讲，今天要抢红包啊！打电话到亚洲投过来吐口水。那我跟你讲，外资让他去卖，有没有？外资要休假卖啊，让他卖了不起，卖到这里有没有？这才叫做解盘。12月14号，我跟你讲，他卖到支撑线就不会卖了。哦，你看，果不其然来了嘛。来了之后，全市场第一个跟你讲要把握红包行情是谁？啊？啊，今天报那时候12月15号，今天12月快12月底了，现在还跟你讲要抢红包，提前开跑，我们早就带你跑了嘛，对不对？说外资卖不下去了，抢红包，你有没有想要抢什么红包啊？那因为跳太高，我就跟你讲过，隔天呢17678它会回补这个跳空缺口。我从细微波啊，魔鬼藏在细节里，你要看一个投顾老师的功力就在这里。我从细微波就跟你讲，它会回补。台北股市未完成的功课，回补完毕之后才展开元月行情，创历史新高。那他有没有乖乖的回来？乖乖的回来了哈，乖乖的回补17678。回补完毕之后，就跟你讲，我也没画第二条线，我是说他要开始涨了，外资卖要结束，好，然后开始一根长红棒表态，开始准备挑战新高，红包行情开始再创新高。你有没有抢到红包？光指数啊，你就看到知道什么叫做啊史诗级的分析啊，有没有？那今天再创新高，再创历史的新高，它突破出去了，今天就不用我解盘了。突破之后之后，从周线来看，台北股市要走什么主升段了嘛？元月行情啊，慢慢加温了，一路开始一路的加温了，而不是今天才看到老师啊，听说要开始抢红包，红包行情开始了。今天12月27，我在多少钱就跟你讲了。啊，12月14号，外资啊一直卖，你有没有布局？而不是今天创新高了，创历史新高了。今天啊，18099了，才问汤老师，老师啊，我要抢红包。你看，你永远都是落后全市场。好，来，我们持续寒心点评，我们持续踏雪寻梅。哦，来，那这张股票叫做广达。那广达呢？你看我讲的时候89块，别打高高，90块半，屌屌要吐了啊！今天91块8，那今天法说啊，今天他们老板啊林荡哎啊跟他讲跳出来啊大肆宣扬，他们也有元宇宙哦，那好玩的。现在只要搭到元宇宙，你觉得广达明天会怎么表现啊？明天会不会又是头版头条？我们来看看，反正我们买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都是领先全市场，跟你谈。好，再来，微影，对，把影微啦，影微够不丢，6515啊，那我们今天跳进去买一些，那前一波如果让它突破，你不要让它突破，突破又要展开另外一波的旅程，财富重分配，啊，没收你钱啊，啊，这是刚刚的大盘再跑下来创新高了啊，华泰25.95，它在底部嘛，你就来回，它回来你就加码嘛。对不对？创新高27块多，短线拉回来，让它量缩整理一下。哦，它是底部成型的股票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联电，
62.4，然后63.9，啊，很多人都跟你讲在这边嘛，都是你看左上角跌到右下角，跌到右下角又不讲了。我说这是左下角，你看64.5，64.9，啊，短线横盘，仍然看涨，产线是满的，而且会涨价，通货持续膨胀，这个又换老板了，大同，啊。之前20几块跟你讲到这边嘛，那短线部分又拉回来嘛，对，31.5，没有动，啊、哦，没有动，那后面他就要开资产土地开发咯，就是要玩真的哦。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很有趣的现象，他为什么不跌？你看得出来人家在进货吗？啊、哦，那应该怎么看？哦，大头，我之前可以从20几块带你到多少钱？20几块带你到这个39块，好、哦，将近也快一倍。那现在拉回，千呼万唤死拉回啊！你觉得应该怎么做？哦，来，很多股票我们都是讲在前面，都是领先全市场。这档股票我们持续来发喽，松藤。我跟你讲，轻松又会很非同，但是很多人不能谅解，对不对？老师啊，你好啊，算股票你要鬼扣底，啊叫你来救会哦，啊你挂两趟去又来，啊叫盖小姐下面股票，这一看就知道右上角有没有？右上角，你不是要买左下角，在右上角啊，买了之后呢，可能变左上角，然后跌到右下角，哦，那就拍新闻，你看，这一看就知道高点，温室的 M 头，你看到没有？松藤，我讲的时候又是没人谈，对不对？领先全市场，我讲过，我的股票很多都领先全市场。你看老师啊 ，M 头还半空，你看那技术线型，我也要看了，能看涨。老师，你看头部成型要放空，看法不变。是松藤开始突破就要开始破段哦，好，就跟大盘一模一样啊，这叫技术线型的实战。突破之后，你看松藤，我说轻松它又会飞腾90块了啊。我说老师啊，我抢红包都抢不啊，我们送你红包。哎呦，主槽高用都没看白，再创新高93.8，无话可说，没有人谈啊，没有人谈才会飙啊，会不会再飙又有人谈啊，有很多分析师跳出来谈啊，96块了，我看到没有？啊，老师啊，松藤可不可以追？你看，是不是从左下角带到右上角？有没有？都没有看白啊！你要的红包行情啊，汤老师已经帮你赚到了，70几块到90、96块。欢迎加入汤老师的 LINE 小老鼠 F88 哦 ，FB 搜寻一下标股俱乐部，里面有很多标股的讯息。把时间交给主播。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，广告回来继续请汤老师分析。欢迎回到标股俱乐部，再把时间交给汤老师。那么股票应该怎么做？买的时候啊，因为领先全市场最有肉，但是这个时候买的时候一定会有压力，没有人谈。好，那标出去之后啊，因为它量滚量了。因为大家看到利多了，就像当初回首来时消失路的当下，这个地方30几块，3月份谁会谈？谈的人会被人家笑，哎，我最近给介绍那种冷门股啊，你看，很多人就说黑马股一定是没有人介绍，买的时候没有人发现，但是它很好买，因为价格又很低，又有肉，这个地方从价格上来看毛利最高。那你现在很多人讲，你告诉我汤顺奎了不起，让你蒙到一根半的停板，还是你要30块跟着我来大买？30几块到现在81块，啊，快3倍，2倍多了。哪个地方最有肉？功力啊，高下立判嘛。你要跟谁做，你自己要搞清楚哦。这是我如何调兵遣将，如何紧张中求胜，哦，如何每天啊，哦，谈笑间用兵，是我汤顺奎每天在做的事情。来讲一下一个消息，哦，不是好消息。好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好，本节目啊，好，到12月30号就会结束。标股俱乐部，好，那先讲清楚哦，我不是做不起来，实在是太忙了，太忙。我的工作，我的兴趣啊，哦，汤老师最热忱、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研究股票，制作节目太浪费我时间了，哦，所以未来啊，哦，这个所有的报章、杂志、媒体，汤老师当然不会再出现。好，你会看到汤老师，大概就是在法说会上面。所以你有兴趣要结缘的，只剩下12月30，剩下3天。有兴趣的脚步跟紧。那汤老师呢，都是跟你玩真的，我们都是玩实战的。从
我讲包括大盘、包括个股、包括趋势的解盘，投资朋友你啊，独眼龙看戏一目了然。哦，那你跟汤老师的缘分到哪里？跟很多标股缘分到哪里？完全在于你哦。哦，动作要快，来，光照。其实这个买点我已经跟你讲，何处是买点？其实我已经暗示你了，对不对？第一波你不来，第二趟，来第二个买点，来了之后按表操课，这样很够意思了哈。我已经跟你讲何处是买点，已经暗示你了，对不对？来了我们就按表操课，95块，买了之后呢就开始不会动，主力继续进货，看法不变，开始动了，102，能看涨，是光照，103。能看涨，啊，都讲在前面了。老师啊，拉回拉回，你看反弹 A B C 波温细耶，另外，哦，能看涨，哦，我不会因为它拉回，哦，我就不敢讲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还没涨完嘛，看不看得懂，很清楚嘛。那今天呢？今天105了，哦，整理完毕之后，震荡一下就要开始往上走，所以我们还是不出啊。看第二波，从90几块给你带你上来，是光照获利续报，有图有真相有扣讯。那第一波就不用我讲了，第一波将近快3根的停板，现在是第二回合的玩开始起涨，我玩第二波啊，不是玩第一波啊。一档股票啊，如何来来回回，如果该波段我就带你波段，该来来回回我也带你来来回回，这个叫做啊实战啊，看到没有？那第一波这个点，他来的时候我有没有跟你讲？这个点，光照有没有？我跟你讲36G跑回上车，那时候盖牌。我说你要把握机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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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呐、啊。你来找我会跟你讲怎么样，他的悄悄话，那个叫做基本面，那个叫做技术面，连续拉回2次，我那时候还盖牌，我说还在等你，买好买满之后呢，安全带绑好，开始亮灯涨停板，光照，金价搞照，有没有？真的很会跑，再创新高109，再创新高111，哦，喘一下我也跟你讲，就是会整理，再亮灯，你看洗盘我就不会被洗掉。这个才叫做操盘，我不会说，哎、欸，他拉回，哎呦，我都会惊。如果汤中伟是泛泛之辈，跟散户一样，散户心态，我一定赚一点点我就跑。只有散户啊，才会想赚小钱。你看一下，我说喘一下，我们还是一样不出。如果我出啊，这跟两根涨停板就不干我的事了。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开始发威，老师啊，开始发威，拉回了，拉回就他继续买啊，没有跌破上升趋势线嘛，对不对？买。开始转强，亮灯，又是没有亮灯带到亮灯，这个才叫做赚钱，有没有？再创新高，准备挑战新高了。出清，为什么？因为当天呢、啊，报纸刊很大的利多，你看利多买股票，我看利多出股票，一开盘我们就出，冲上去就出，将近快怎样？3根的停板，休克。那现在又开始玩第二回合，一档股票我可以来来回回做2趟，这才叫做操盘。这不是你要的吗？啊，很多好的股票，我们都是左下角带你到右上角。哦，你看，这档股票也是一样，要有本事啊，从左下角带你到右上角，赚50%，赚1倍。这过程当中，其实哦，这个小赚啊，那个是探囊取物啊。你要赚到波段啊，那个才是功力啊。汤老师做股票，你看清楚，我们都是从左下角带你到右上角，你一看就知道了。那老师啊，这一看就知道右上角啊，怎么会是左下角？对不对？我说营收大成长，它会成长，它就是左下角。好，你来找我，跟你讲邮差来按你，那时候雅信上车就对了。乌吹啊，我公告无挪，你只要跨出第一步，什么都好谈。有没有？我买的时候它不会涨停啊。雅信有没有涨停？没有嘛。买完之后呢，买好买满开始亮灯，雅信开始邮差来按你，开始创新高，有没有？当我公布的时候，已经差2根停板了。无参加加无参加，差两支停板，雅信有没有、欸？老师啊，可不可以追？看亮灯涨停板，开始往右上角靠近，看到没有？开始整理了，整理我也跟你讲啊，它又喘一下而已啊。那洗盘是最痛苦的、啊，那我讲过，爆波段它需要功力啊，会爆股票才是爷爷，会买股票只是老师而已啊。看法不变，亮灯涨停。如果汤顺伟被洗掉，如果汤顺伟是泛泛之辈，对不对？赚一根半两，将近快2根的停板就跑，那是散户的做法。专家就是怎么样，看法不变，就是洗不掉。因为我看得懂，看完之后呢，亮灯涨停板。如果汤顺伟被洗掉，啊、哦，这根涨停板不干我的事，有没有？
万古心叹，我就是不会被洗掉，你才有办法扎扎实实从左下角转到右上角嘛，这才是你要的嘛。老师啊，雅信不错哦，可不可以追？真的是左下角，对吧？你都也要讲啊，对吧？朱清也跟你谈，买回来跟你谈，表示他还没走完嘛。结果你看一下，他越垫越高，底部越垫越高，又创新高，拉回来，你看没有跌破上升支撑线，我们继续买，有没有？就继续玩，横盘整理，奇怪，它就是不跌。蓄势待发，准备喷出了嘛？这才是你要的嘛？这不是你要的吗？波段左下角一路扎扎实实赚了70%，我还不走哎、欸！雅信啊，你看一下，做股票做波段啊，做股票杀单冷单，这才是你要的。老师啊，真的是左下角误会了。还有没有？当然还有啊！你是跟还是不跟嘛？啊，来，欢迎加入汤老师的 LINE。小老鼠 F88 继续追踪标股哦，那标股俱乐部 FB 啊，哦，这个持续追踪一下，很多好的股票啊，你会发现汤老师的工作最喜欢研究波段的股票，像这种股票当初讲的时候我贴都没贴，巨响，有没有谈的时候？那时候46块，有人跟你谈吗？会像现在一样盘前、盘中、盘后没有跟你讲巨响、巨响、巨响、巨响，大力光哦 ，VCN 订单，哎，拢知呢，讲的比我汤总还好，啊。巨响，其实那个叫基本面、技术面，那个叫悄悄话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你来找我，你就是领先全市场。我会跟你讲，大力光啊，为什么下单给他？其实他的利多不是那个而已啊，重点是什么？车用镜头嘛。我讲的东西啊，都不太方便讲。那不方便讲的东西啊，就是你要付会费的地方啊，那个叫做领先全市场，有没有？后面只是怎么玩的问题嘛。看后面跟你玩，继续跟你玩，洗盘完毕我会跟你讲。有没有？后面呢？一直带你做，有没有？看法不变，开始亮灯喷出了，大家开始讲了，有没有？是不是70%？100万变170，1000万变1700，什么地方是买点？他今天又再创新高了，已经81.8块了。现在大家都在谈，天下谁人啊？不是君啊？这不是你要的吗？来，又是悲伤的时刻哦，离情依依。汤老师的节目呢，只做到这个月的12月30号。好，标股俱乐部就要结束，以后也不再任何的荧光幕解盘。好，所以你想要结缘的，把握最后的机会，我给你最大的好康。等一下0800的电话，如果电话很难拨啊，想尽办法拨他，跟上脚步来。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。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，也提醒观众朋友，本公司和所推荐分析的个别有价证券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的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。祝您操作顺利，我们再会。